要把它放到最底层，最底层。这个我扳手变形，然后这个指针指到这个箭头的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就不要再拧了。先装一下。就拧到这个花口，拧到这个花口这里，马上就好了。这里面有一个花口的，有个东西出来的吧？你看，这个东西出来了，出来了之后，它这个再转它就不能转了，给这个挡住了，这样就锁掉了。